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嘉伟飞了将近22个小时来到遥远的西班牙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 Lexus 的活动，而是在欧洲，不是在美国，也代表了原厂很强调这款车除了美国之外其实也非常适合欧洲的消费者。那未来引进到台湾之后，我相信会再做一次更详细的新车试驾。那因为时间比较短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安排到的车款是全新上市的 Lexus LC500H。那500的车型其实是我比较想要试驾的，但是原厂给我们排的是 500H。那目前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它的售价，引进到台湾的时程我们也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几个重点。第一个，当时在4年前北美车展的时候，它是以概念车的身份跟大家见面，那经过了4年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试售车呢，其实跟当时的概念车非常非常的接近。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是全新上市的 Lexus LC500H。我们知道 Lexus 向来在车头设计上会设计成纺锤型的水箱护罩，在 LC 上面当然也会比照办理，不过原厂有特别强调不止车头，如果今天你从高空往下看的话，它整个车身的线条也是纺锤型的设计，甚至包含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车尾它也是纺锤型的设计。 Lexus 的工程师强调，这样子的设计是让整个车身线条比例也好，甚至包含它的造型设计会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是油电车型的关系，所以它的水箱护罩中间的厂徽是蓝色的，内建的还有包含了跟车系统的雷达，以及在前挡风玻璃前方有摄影机。它除了有跟车系统之外，还包含了刹停以及车道维持、车道偏移辅助系统，全部都是标准配备。在整个车头的设计，除了纺锤型水箱护罩非常的明显之外，周围包覆的非常有质感的镀铬饰条，在两侧头灯左右各3颗的 LED 灯泡，它负责的就是远光、近光以及自动切换。头灯座附近呢，第一个下方是直立式的方向灯，旁边还有一个进气孔，以及在灯具和方向灯中间这边有一个类似方形的这个造型套件，它是大灯的清洗器。然后在头灯的前缘和纺锤型水箱护罩几乎连接的地方是它的健行的日行灯，这个也是 Lexus 全车系标准统一的一个造型设计。那因为毕竟它是全新的车型，它并不是拿 GS 拿 IS 的底盘来做的，它是全新开发的 GA-L 底盘模组。这个底盘模组未来也会用在全新上市的 LS 上面。LC 的外形啊，不像 Lexus 之前的操作会分为一般，甚至包含了 F Sport 的版本。那以 LC 500和 LC 500H 来说，在外形上除了厂徽颜色的不同，车侧多了一个油电的名牌之外，外形上几乎一模一样，可以选配的套件也完全一样。接着我们来介绍它的车侧，首先在车体的部分有几个地方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说，第一个全车都是铝合金，第二个在车顶的部分可以选配碳纤维的车顶，但是你如果选配碳纤维车顶就没有天窗了。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它除了全车铝合金之外，它为了要让车身达到一点轻量化的效果，在门板内侧甚至包含轮毂材质也做了轻量化，搭配的就是玻璃纤维、碳纤维的一些材质。轮圈的配置，我们现在试到的是最高规格，它是21寸的铸造轮圈，另外还有21寸的锻造、20寸的锻造以及铸造轮圈。内建的刹车系统，前6活塞、后4活塞，前是双片式的一个碟盘，悬吊系统前后都是多连杆。另外的车身的长度部分，车长达到4770mm，车宽1920，车高1345mm。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身的线条，在 A 柱和 B 柱中间是向内缩的，在前轮毂以及非常夸张的后轮毂，它是刻意的向外扩。第一个创造跑车的流线造型，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操控性表现会很好。原厂有特别强调它的前悬吊的几何以及后悬吊的几何设计呢，和一般的 Lexus 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让你在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表现很好，以及在弯道的灵活性表现也会非常棒。另外在弯道辅助的力矩上有2个重点，第一个
后轮会做一点点角度的调整。第二个部分就是后方的差速器，另外可以做选配 LSD。然后在后视镜上整合了，当然有方向灯以及内建的车侧的盲点系统。另外，它的车门把手是隐藏式的。如果我现在身上拿了这个钥匙，我把车门关起来的话，它的把手会隐藏，然后后视镜会收折。那我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它会自动的翘出一点点，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类似的敞灰，包含的车窗也是无窗框的一个设计。在车尾的设计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压尾，另外有一个选配的套件也可以选择。它在时速80公里以上会自动升起的一个尾翼，时速40公里以下会自动收回，那个另外做选配的。然后敞灰的部分，因为是油电车型，所以是蓝色的。然后后方在敞灰上方有一个倒车 CCD， 尾灯的排列。一个倒 L 型的排列，不管你从车侧或者车尾看去，非常非常明显。内建的灯泡，其实这台车上啊，全部的灯泡你找不到任何一颗传统灯泡，全部都是 LED 的。你从这个角度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后轮距和前轮距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后轮距，这个已经达到 GT3 的一个水准了。我相信未来这台车有可能应该会去跑日本的 GT500、GT300 的比赛啊。它的车体啊，其实不用改造了，这个宽度非常非常的夸张。然后在后保杆的部分，它整合的一体式的腰线非常非常高，在两侧有排气管的一个造型，以及中间隐藏的一个后雾灯。其实你仔细看可以看出来，排气管是左右双出，总共四支排气管的一个设计。我们来介绍它非常重要的动力规格，这次做了非常多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原厂工程师非常热心、非常详细的为我们介绍 L 系的诞生，不止在车型上又一个新的车型之外，它在内在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当然就是这具 3.5 升的自然进气搭配的油电混合系统，以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搭配的变速箱是全新推出的，可以模拟时速的变速箱，它并不是真的10AT， 10AT 要500才是真正的10AT。这一具变速箱，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原本的 ECVT 还是保留，后方多了一个四速传统自排变速箱，它是做串联的。那很多人会说，哎，会不会 ECVT 的六速搭配的传统的四速，这样变十速？其实并不是，原本的 ECVT 原厂有强调，它可以模拟到30档、40档都没有问题，但是它现在只模拟到3档，搭配的后面的4档，也就是后面的4AT， 它在1档的时候跟前面的 ECVT 做1、2、3档的结合，这样子总共是3档，然后后面的4AT 的1、2、3档。都可以跟前面的 ECVT 的3档做结合，3×3=9。当今天车辆跳到第10档的时候，就完全是后面的4AT 的第4档在做运作了。这个时候是高速巡航的档位，它可以让引擎和马达的输出达到最低，以达到省油以及定速巡航的一个效果。这一具引擎和变速箱的位置，第一个重心降低，第二个重心的尽量往车身的中心去做移动，搭配的4个轮子刻意的向车身的四周去摆放，可以创造出更好的车身配重。以原厂公布的数据，在500自然进气的引擎，前面52，后面48的配重，但是油电系统的部分。虽然后面多了一个电池，但是原厂强调，他们两台车的配重几乎可以达到一模一样。这具引擎的排气量3456cc， 它是一具6缸24气门的双凸轮轴 VVTi 可变气门引擎，在电池的表现可以达到179匹，扭力的表现可以达到30.6公斤米，总输出可以达到359匹，也就是264kW。另外，在纯电动行驶的部分，可以达到时速140公里都可以纯电动行驶。在性能的表现，极速可以达到250公里，0到60英里的加速只要4.7秒。我们今天打开它，不是很大的行李箱啊。第一个，你可以从钥匙来做开启。
它是电磁阀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右边尾灯前缘这边有个按钮，一样按的可以做开启，但是它并没有电动尾门的开关。打开之后呢，第一个原厂为了要节省空间，所以它并没有备胎，它使用的是施压去跑胎。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行李箱的空间放一组高尔夫球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的深度、宽度、高度的表现都受限于车体的关系，加上因为油电车型在行李箱和车室内中间放的锂电池，也因为这样子会让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会更小。原厂的规格表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行李箱的数据。我们接下来介绍 LC 的内装配备。首先在被动安全的部分是八具气囊，驾驶者、副驾驶都有膝部的气囊啊，还有传统的六具气囊。主动安全也不用去担心，就是循迹系统也好，包含了 LS Plus 的一些高科技的主动安全，全部都是标准配备。我相信这未来来到台湾汽车市场，应该也是会比照办理啊。我们启动引擎，它当然有引擎的启动钮，而且看方向盘也是电动调整的，它有四段的伸缩上下的调整。那启动引擎之后，最明显一个地方就是中间这个仪表板，它和之前的包含的 LFA 都是相同的圆形的仪表，而且它可以随着你做各种方式的切换的时候，它会往右边滑移，让左边的资讯幕可以更丰富而且更明显。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方有一个抬头显示器，这个是首次搭载在 Lexus 车系上一个全新的抬头显示器。它除了基本的时速、引擎转速、指南针，加上你如果设定好目的地之后呢，还包含了简易的导航图资，再加上所有高科技主动配备的显示，以及前方障碍物的侦测。如果你想要有声响，前方抬头显示器的一些视觉的提醒，甚至自动刹停都可以帮你做到。那中间这个仪表板呢，我刚刚切换了半天呢，目前还没有办法显示中文，不过未来来到台湾市场之后，应该也是可以有中文的显示啊。它大概分为几项比较重要的重点，除了原本的一些导航资讯啊、音响资讯啊，以及油耗资讯、旅程电脑之外，它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它有一个居磁的感应器。那我们刚刚沿路过来走山路，包含了高速公路，来到这个赛车场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居磁感应器也许大家用不到，但是我是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训练你驾驶技术。所谓驾驶技术，并不是在赛道一圈单圈多少秒，而是在一般道路驾驶舒适性的驾驶技术。如果你的左右就是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呢，让它维持在零，就是没有任何居磁的一些产生，超过 0.1，我觉得你在方向盘的切换呢，就可能还要再细腻一点，尤其在高速公路变换车道的时候，能够让它维持到零，你就是一个很棒的驾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刹车，如果可以控制在 0.1 G 以内，车内成员乘坐的舒适性就会加分不少。在加速的过程中也是可以控制在 0.1 G 以内的话，你整个加速刹车的顺畅性表现就会很好。然后在仪表板两侧有两个旋钮，左边这个旋钮，因为我们现在试的是右驾车型啊，左边这个旋钮它就是一些行车模式的切换，它大概分为几项，有自定模式、一般模式、舒适模式、节能模式，还有 Sport 和 Sport Plus， 所以大概分为六大项。然后右边循迹系统的开关以及雪地模式的开关，方向盘是三幅式的一个设计，第一次没有看到。它的定速装置是没有另外一个拨杆的，而是整合在方向盘上的。在右边的部分，跟车系统远近距离的调整、车道偏移系统以及定速装置都整合在方向盘右边。左边的部分就是控制中间这个资讯幕以及音响的大小声、蓝牙电话的配对。后方有质感非常好的换挡拨片，它是银发丝纹的材质。大灯、雨刷也都有自动启闭，而且它的大灯还具备了远近光自动的切换。然后在方向盘的右边这一排按键比较重要，就是抬头显示器的开关。然后再来方向盘的左边这一整排的，不管是按键还有资讯显示，上方这个资讯幕呢，它是 12.3 寸的，内建的包含了卫星导航以及音乐的资讯，
油耗的资讯，因为是油电系统，它有能源效率的一些切换，以及空调系统的一些资讯。然后下方的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然后在下方有一个杯架，然后后方就是它的最新一代的直觉操作系统。它最大的改变，除了前方的控制旋钮、按钮的设计都做了更新之外，以及后方这个手写板，我们以前的手写板就只能手写，如果你把两根手指头同时放在手写板上面，它有一个类似放大缩小的功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然后后面有个扶手，这边还有一个杯架以及置物空间，然后后方的置物空间呢，里面有两个 USB 以及一个 AUX， 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在 500H 和500有一个差异，前方的排挡杆造型都一样，而且这个排挡杆的触感原厂有特别强调，我们一般排挡杆都是真皮包覆的，可是它的车缝线呢是在外面，Lexus 特别强调就是它的车缝线是隐藏在里面，它是内缝式的，所以你在握这个排挡杆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的质感和触感表现，第一个不会有一些凹凸的车缝线，第二个部分非常的圆滑，而且握起来感觉非常的棒，非常有质感。它的变速箱的拨杆在后方会显示，包含了 RNDM 就是手排模式， P 档的部分是要用按键式的，后面有两个按钮，第一个是 Auto Hold 的功能，就是停车自动刹车的功能，这一个部分在500和 500H 都有，不过因为油电车型的话，后面有一个 EV 模式，这个在 500H 才是标准的。两辆座椅也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调整方式都是电动，而且都有电动的腰靠，你另外可以选配包覆性和支撑性表现更好的更高规格的赛车同椅。接着就是它的内装质感了，第一个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木纹的饰板，第二个大量的真皮麂皮包覆以及麂皮的一些线条包含了门饰板，第三个部分就是它内装的用料，你可以看到 Lexus 有很多很细心很贴心的一些小配备，我们从视觉上触觉上以及你实际的使用上，你会发现它的整体的造型设计呢，它并不是拿其中一台 Lexus 去做了一点稍微的改变，在用料上在饰板上做了一点更新，这样就上市了，而是一些全新的一个设计，包含了造型设计。然后因为它的车顶并没有任何的把手，所以在副驾驶你会看到有两个看似非常突兀但是非常好用的把手，如果今天驾驶者是一个非常激烈超驾的驾驶，这两个把手可以让你安心不少。最后一个就是上方有一个不可以开启而且是手动遮阳帘的一个天窗，你如果选配碳纤维的车顶的话，这个天窗就没有了。那最后的试驾心得，因为刚刚我们开了一段从饭店到赛车场啊，正好也是 500H， 不过那个时候我开的是标准左驾的，现在开的是右驾，我们在赛车场。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部分了。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如果你开车的目的只是一般的代步，这台车当然没有问题，你开车的目的是追求速度的享受，这台车它可以给你更多，你开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非常奢华非常高科技感的一个内装配备感受的话，这台车也可以完全给你。我先给它下一个很简单的结论，LC500H 是一台它可以让你很温和很优雅很舒适很节能的代步，它也可以给你超乎想象的动力性能。当今天我拿到钥匙之前呢，我本来想说我就买 450H 就好了，不管是 RX 不管是 GS， 我为什么要买到一台比较贵的一样是搭载 3.5 升的六缸油电混合系统的车辆，而且它还不实用。可当你今天上车之后，发动引擎，开始开上高速公路以及一段山路，来到赛车场之后，我完全的对这台车改观。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一般消费者你上车之后的感觉。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坐上了 LC 车内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哇哦，它的内装的质感是你在别的品牌上看不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上路之后，它不会有给你跑车那种硬邦邦，又或者是那种 GT 跑车那种
非常难驾驭的感觉，它给你的是非常有信心的。搭配了现在科技不断的进步，有很多高科技的配备的辅助，你开在路上，就算你来到一个非常陌生，就像我现在正在西班牙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可是我开着它却让我信心非常的够。当你今天来到山路的时候呢，它给你的动力，这一具时速的变速箱，也许很多人会说它的模拟会让你感觉不真实，可是我们讲结果论，这一具引擎搭配了这个时速变速箱，它给你的动力输出，你要很柔顺的驾驭它没有问题，你要很暴力的去发挥它的极限也可以，所以它给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驾驶感受。你在山路行驶的时候，你方向盘只要打一点点，因为它多了一个后轮转向，所以你在操作方向盘的时候不用太费力。第二个部分，它会更精准，以及它在转弯的过程中呢，你不会有像很多车型，当你今天转了比较大幅度的弯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转弯的过程中，它会越来的越让你失去信心，以及越来的越偏向车辆的极限。可是以 LC 来说，不管从进弯到出弯的过程，它是这么的柔顺，这么的圆滑，以及你在驾驭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底盘所回馈给你的感觉，假设你这个弯道是时速60，它回馈给你的感觉好像感觉是在滑行的感觉，表示它这台车的底盘极限表现很好。再来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我试着用各种方式、各种动态模式去切换，去感受它的时速的变速箱。在悬吊的部分呢，它的坑洞处理，你把它拨到舒适性，一般的代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你把它拨到运动化，稍微注意一下后面的胎压。除此之外，来自前轴的方向盘转向的灵敏度表现很好。那它如果拨到 Sport Plus 的部分的时候，悬吊的处理会变得非常的硬朗，方向盘的转向辅助会变比较小，所以方向盘会变得比较重手。可相对的，你在转动的时候，精准性还有掌控性表现也会很好。我认为所有人，包含这次来试车的媒体，大家看到这台车的第一眼会对它的外观非常的赞不绝口。当你们坐进车室之后，会觉得它的内装用料很棒。可是当你驾驭全新上市的 Lexus LC 之后，你会忘记这些，因为它给你的硬体的感受超乎你想象的完美，超乎你想象的，不管是它的极限，任何一个弯道的处理，加速的过程，加速的性能。我本来想试驾的是500，可是我觉得500H 它是一台可以很温和的、很节能的移动，也可以很暴力的去展现你高超的驾驶技术。那这两个部分都能够兼得，这是500H 的魅力所在。当然，如果你要很好的操控性能、很好的排气声浪，甚至包含了暴力的赛道上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500可能会更能够达到你的需求。可是，就像我常常在讲的，谁会每天要很暴力的去驾驭一辆车？你要的就是我可以让我的开车的动态表现的范围更广。哦，它不像有些性能车，它的开车的容许度很窄，就变成是你每天都要接受它非常硬邦邦的各方面的机械回馈。可是以 LC 500H 来说，你把它当成一般的 Lexus 来开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女朋友去驾驭这台车，你也不用很担心他们可能没办法去操驾这款车。可相对的，换到你，你对你的驾驶技术很有信心的时候，你驾驭它，你会觉得它跟你是非常匹配的一款车。然后希望未来回到台湾或者是去大陆，我还可以试驾一次500，这样子我就可以更精确的去告诉你，到底你适合500H 还是500。因为毕竟以它的价位，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它的价位还有它的等级是高于 RCF 和 GSF 的，所以我想这台车的价钱应该不会太便宜。那会买这类车型的人，我相信你应该会抉择于 500H 和500。那未来有机会，如果可以试到500的话，我可以更精准的告诉你哪一台车适合你。